嗨，各位支持奇哥、达哥、奇达这一家的好朋友，大家晚安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开箱这个馆长的芥末综合坚果，芥末综合坚果，因为那个奇哥有分享啊，他购买了那个馆长的芥末综合坚果六罐一箱哦，啊，结果他送了一罐来给我吃，他说很好吃哦，很好吃。那我们就来品尝看看馆长的这个综合坚果到底好不好吃哦。那听说那个不是芥末口味的都被订购光光，啊，芥末的比较少人订。奇哥说其实芥末不会很呛，可以跟大家推荐，可以吃看看。今天奇哥送了我这一罐呢，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叫我要开箱，开箱跟大家分享。我不是管粉啊，奇哥是管粉啊，我一些好朋友也是管粉啊。我上次有看了一两次馆长的直播。哎，还不错，馆长是个很性情中人。我的好兄弟的哥哥啊，就是开刺青馆的，就是那个惊骇空间的二哥哈。那馆长的刺青呢，也是他帮忙他刺青的。那我之前看馆长去他那边刺青啊，就很想跑去跟馆长见见面，跟他哈拉哈拉，因为名人嘛，对不对？可是还是不好意思，因为人家是去那边当客人，我们总不希望去跟他打啦。哦，那馆长不错啦，性情中人，喜欢的人他就会喜欢，不喜欢的人他就不会喜欢嘛，所以他总是有他支持的粉丝。那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也有很多的支持我们的粉丝。那没关系，那现在就来为大家开箱这个馆长的芥末综合坚果，吃看看。哦，那奇哥说会一嘴刷一嘴，刚刚我老婆提醒我不能吃太多，因为年纪大了不能吃太多。那准备一个漂亮的盘子来装，那装好先把饮料倒起来。好，行啊，今天晚上呢，刚吃饭吃饱饭，倒了一杯这个曼特林咖啡来喝，还不错，好喝，放着。好，那开箱喽。这个是馆长在卖的蜜蜂工坊恶名昭彰哦，就是芥末综合坚果，芥末综合坚果哈，来开箱。那其实它的包装其实还不错啦，因为密封罐嘛，哦，所以它的保存期限，哇，老花看不到，没关系哦，这个如果有看到奇哥拍的相片啊，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他的一些漂亮的简介。好，那我们来开了，这一开罐式的把它打开，哇，不错哦，这个有嘣一声的，通常都是有做真空处理的哦，真空处理的罐子，哇，这要把它拉开，好，把它拉开，哦，小心哦，这个小心的铝箔就怕太利哦会割到手，看来好像还好，割到手啊，里面。有这个干燥剂啊，上面写不可食用。那我小时候我女儿喜欢把东西拿到嘴巴，她曾经把干燥剂放到嘴巴里面去。那医生说现在的干燥剂都不是那种燃烧型的，所以还好不会烧灼食道，比较干净。它干燥剂，那听一些卖这个饼干糖果的一些厂商说，这干燥剂其实打开来它就不能用了。啊，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啊，再放着加紧有用。可是卖饼干糖果的老板曾经跟我说过，其实打开过就没有用了。啊，里面又有另外一包的干燥剂啊，这放了两包干燥剂，哇，很棒，很棒的干燥剂。好，没关系，那等一下吃完我还是把它放进去，习惯。好，倒一些出来看看有哪些东西。哦，其实，哦，它的里面的成分啊，其实还不错哦，很多的那种高经济价值的啊，不是一些便宜的那种核果啊。各位，如果你有在注意这些平常养生的这些核果、腰果的那种经济价值跟成本啊，各位就知道一罐好像一罐300块，好像是的，奇哥好像说一罐300块，哦，这个可以品尝看看，啊，也可以买给家里的年长的爸爸妈妈吃啊，来补充一些营养成分。不错，因为它有一个香味。它的干燥的口感不错，不会像有一些里面可能还没有调试的很好，太干或太湿，它的那种干燥程度跟湿度调整的很好，哦，好吃，而且它芥末的那种味道是香甜，而不是呛辣，那种香甜的感觉，哇，赞赞赞，很不错。在这边要谢谢奇哥，大家都知道奇哥是我弟弟，他没有跟我住在一起，他照顾我的爸爸妈妈，他是个很孝顺的小孩哈。各位，如果你们有在看我的直播的啊，记得要去订阅奇哥的频道哦。奇哥的频道是曾永奇强匪
啊，他就是做一些游戏的分享，他玩麦块的游戏，嗯，别看别看，哇，这个核果，哇，不错，值得推荐，嗯，如果平常你有吃那种在外面买了100多块的那种坚果类的罐呢、啊，两个摆在一起比。嗯，馆长的这个坚果啊，多了一份香味，多了一份新鲜感，而且它的干湿程度啊控制的比较好。那一般大卖场的啊，就少了那一份香甜味。我不会形容，如果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比的话，其实说真的，像网络上很多人在做盲测啊，我觉得如果摆在一起，应该会选择这一罐，因为它的口感、酥脆感，还有它食物的鲜甜啊，很不错。啊，最重要的其实就像我有时候在讲茶跟这些坚果类啊，其实茶叶就看着茶叶的大小片完整度，它那个坚果也是一样啊，每一颗都很完整，哇，脆，都不要干了，赞，嘿嘿。难怪吉哥说，一个人吃会一嘴刷一嘴，天哪，好吃好吃啊！果然呐、啊，这吉哥，我这个弟弟没有白疼他。上次我看他自己一个人买的吃完的都没拿来送我吃一个，好吃，送你自用两相宜，嗯，如何？而且它里面的装的那个满的度大概有三分之二。哦、有些罐子它只有装到三分之三，大概只有二分之一啊，它装到三分之二，里面果实蛮扎实的，哇，赞！好，今天为大家开箱的就是馆长的这个芥末综合坚果啊，谢谢奇哥送我这一罐吃啊，真的好吃，值得推荐。如果你有在看奇达这一家的好朋友啊，去馆长的订购的网页或者是他的直播上面去看看，可以去跟他捧捧场。他这个人很直率，而且他东西，说真的，之前听奇哥在讲说他东西都不错，我还觉得是因为他是馆粉，所以他讲的是馆粉的话。不过吃过了以后，可以95分，我不敢说100分呢、啊，值得推荐、哦、如果你有在看我的频道的，可以去订购来吃、哦、而且家里有长辈的、啊，吃这些东西可以补充维他命、补钙质，哦喝酒，而且它的芥末不会呛，香甜，把那个香甜味提升起来，赞！好，那如果你喜欢我们其他这一家还有强北频道的，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好，到这边谢谢大家，谢谢。